所以，hopefully，待会儿可以看到你们一起就是拍手，或者是嗨一点，我也可能会比较可以就唱得开这样子。那今天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因为黄耀和Face在哪里 ？Hello。因为其实很 OK， 就是我在台北拜拜台北的第一个几个朋友，然后他们今天是结婚5周年，然后过来听我唱歌，是不是超浪漫的？有没有啊？所以，请你们上台。直接来，请你们上台，谢谢。大家掌声带领各位，他们结婚5周年，好不好？现在约会顶多几个礼拜，是不是？快点，我好紧张。对，因为这么特别的日子，我觉得愿意来帮我捧场，我其实也蛮感动的，所以想谢谢你们，然后也想把接下来这一首歌献给你们，也就是一首比较温暖的歌曲，叫做《爱你久久》。那你是不是会唱？好，那没关系，不勉强。对，就是爱你差不多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这首歌就献给你们，然后祝你们再5年，再5年，再5年，再5年的幸福，谢谢你们过来。OK， 好，他说等一下喝酒，好，那就爱你久久带给大家。
想爱你，会那么幸福，会那么幸福。为什么爱你不觉得辛苦，不觉得辛苦。为什么爱你越来越在乎，越来越在乎。因为我再见你已经过了九十九天，属于穿上新的季节，但是要我